对，S村都不理我。他们家几个？偷咱家，别给他们说，他们没听到算了。S村什么策略？啊，我们就两选，一个是偷，偷一个人不偷，一个是抢。刚才人家已经说明抢了，他抢我们家抢过去了，他也第一不了。他不需要第一，他就因为恨你。那要是纯恨的话，目前场上最低的是5。5家你们的13是18哦，什么5？我们被你们折磨一天的关家村，我们整个村都要过来抢了。他村没有一局领先过人。卢家村目前6个，倒数第2，偷刘家村，一个偷 S 村，一个偷刘家村。对，那你们守，我们拿这个。想真美。但涛姐他们赢不了，他们一定会使用菜鸟卡。对，我们不撤销，我们就要这16个。但你们偷10个得更安全，这个容易跟我们碰到。我们准备偷这个。但我们一定是从这儿和这儿选一个。不能让 S 村赢。不能让 S 村赢。好，交流到此为止，请回到各自的村里面商量战术，写下答案。快，好复杂。我觉得手是最安全的，但咱手也是输了，没有意义啊。是没意义，那咱就拿那个吧。对，咱就奔大奖这儿呢，吧。我们就直接偷 S 村，管他的，是不是？嗯，打成啥样算了。得不到就毁掉。哎，刘家还是灯，那个和那个的意义是一样的，就看哪个是能成功。不是能成功，是我们如果想赢，就得逼刘家村用撤销卡。咱们呢？我觉得要个最大的。要最大的？但是如果有人抢我们怎么办？他们抢我们，他们就赢了。撤销啊？那有没有可能两家都抢我们的？跟刚才一样。有可能，我觉得就拿最大的。这把还这么狠吗？写个灯吓他们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不让你们拿，不让你们拿。两个灯已经对上眼了，照到听不到，听不到也看不到。他们肯定背面的，咱后边写个手。行，还是写个刘。他们换去了，我们就灯着刘。咱们灯到了也好，就用这招逼死他们。可以，就发疯。好，各自回到台前来，开始吧。 这次一起了吧？这次一起吧，一起翻。腾哥就是灯，对不对？二选一，别，一起。或者先从孩子们。<笑>上一轮就是这边。孩子们已经长大了。你决定一个，你的两边你自己决定一个。刘灯。啊？说。 我们这个很灵活，这个。天，留手，留手。我以为就选了俩，结果那不仨。我们真就写了一个。所以你到底要哪个？哪个？我呀，只能选一个，只能选一个。我觉得咱想赢就得守，我觉得他们会来偷吧。但咱守也是输了，这最后一轮吧。要不然就偷，偷的。 他家肯定有人偷，还用咱俩惦记？灯，确定了啊？灯，腾哥确定灯。灯，哇！哦，S，沈家村，我们就直接偷S村，管他的。嗯，我们只有一个。大大方方的，没事。灯。 灯，行，灯，撞上了啊！灯，灯，灯，咱已经偷过一次，已经偷过一次了，再偷不中奖，再偷不中奖，行，那就偷。我们想了想，涛姐的光一直照耀着我们，我们就没选择。我们可以不赢，但涛姐不能输。对，没错，感谢我的家人们，来，请亮牌。 最后这个决定是涛姐亲自做的，不会是偷我们吧？不会的，曾经从来没想过，我们就6个，我就知道。